入嚟好近喎，又方便。係啊，其實好方便啊。
就啱噶啦。唔好擺啲台度啦，你會震到我背啊！哦，咁樣唔得，咁樣唔得，要點啊？我得唔得你啦？我想救你出嚟，擺個型咁咪得咯，擺型咁咪得啦。
我领都有脚了，我领都有脚。我那那鱼可以问哎，反正什么那可以问那那鱼啦，他问你啊，你的储备点有冇可以用到？你的储备点够用啊？咁样啦，咁跟住你就要答佢嘅，例如，咁你咪写咯。譬如啊，我2021年我个会又写，好啦，今年咯喎，咁你2012年你都要讨论呢个储备点用噶，即系佢 suppose 你每年都要讨论你个储备点用啊。啊 ，compare 嗰啲就冇咯，有啲係 low 嘅，即係有啲寫係冇發生過我哋 AI 嘅。但如果我例如講，係啊係啊，有一啲係例如你講 compare， 因為你冇 compare 啊嘛，咁你自然就冇多 comment 啦，咁我就定 AI 嘅。喂。看看他問緊一個機制啊，定問緊你有冇個 record 咯？佢有分噶嘛？佢寫在問你係個指引啦，定係問你個 record 記錄噶嘛？佢有分噶。我就唔係咯，我就會每年，即係我 suppose 每年咧嘅會，一啲會都要提及呢個 topic 咯。即使你啊，我都係跟舊年咁做㗎，例如啊，或者今年冇啲新嘅變化，例如係咁啦。咁你個會裡面都會有呢個過程㗎嘛，即係有呢個 discuss 嘅呢一個過程咯。我就會寫落去咯。即我就告訴你，我幾時的會議就有討論過這些東西了，終於我沒有改變，我是這樣的，我寫了一下，是啊，所以我們那些會呢是要定曬所有的agenda 呢，是要 involve 它這個 PM， 那我的目的就是 guarantee 我一定有mention 到它要我提及的東西，即使我沒有改變，即我們就用這個 pattern 咯，那變成就一定會包在裡面的嘛，你沒有改變都是一個 record 嘛，沒有改變，即你都是討論過的嘛，對啊，喂，